苹果娱乐新闻。明天的苹果娱乐头条，今天抢先播出，欢迎收看11月2号的苹果娱乐新闻。大家好，我是姿妹。Hello， 我是王心如。耶、yeah, ，今天是很难得的女配，是好开心哦！我今天第一次跟曼曼合作，真的，我们是条纹姐妹花，或是斑马姐妹花，或是斑马线姐妹花，都是可以的。红绿灯也可以，红绿灯也是 OK， 对不对？对、啊，真的耶！我们今天就是非常的特别，不一样的火花，不一样的火花。之前他们也有男配过。对，今天一直被叫那个姐妹花，有点好不适应哦。真的，好，今天要看我们的默契了。不过其实今天有非常多精彩的新闻，包含我就最震惊，就是竟然有小天王发生事情了。没错，这个多少少女都哭泣了，不乖不乖，究竟是什么事？我们来看一下娱乐大事件。年度唱片吸金王，哇哇，当歌手好像就是大家都很厉害，对不 对？我也要加油，对，大家一起加油。然后慢慢最近也发片了，是11月4号就要发喽。歌都打到我都会唱了，你都会唱了，真的耶！哇，这不愧是好姐妹，是是谢谢谢谢。上次呢，有一个化妆师就走一走以后，突然自己也唱起来 Love Me Love Me， 真的不自觉，天啊，他说我被洗脑，对，我被翁子那个歌洗脑，很可怕。不过今天呢，我们要送出张志成演唱会的门票，没错。怎么样获得呢？怎么获得呢？就一定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从头到尾才会知道、因为呢题目就在影片中，题目就在影片中，是如果你们要从头看到尾你就不知道，对，就不知道、所以要记得收看咯。不过马上我们就要马上进一个好幸福的画面哦，我们的毒苹果，因为李玟呢在前几天啊才刚这个结婚，而且我们看到她6亿的婚礼不得了，对，照片已经出来了，蜜月的，她去这个菲律宾的外海小岛蜜月，对，而且据说很多巨星都在那边就是度假，然后之前像霆锋他们也是在那个小岛求婚，是阿曼普罗度假村，然后那边 Mariah Carey 啊，然后 Tom Cruise 都在那边度假，因为很私人、很隐秘，那大家看到那个小孩子是因为呢他们不止就是呢做爱心度假，还做爱心，因为他们还有捐钱给那个学校，所以呢学生都非常的感谢他们，所以就做了一个这么大的卡片送他，对呀、真的很棒，这样真的很值得赞许。是，不过其实讲完他们以后呢，接下来讲到的是因为看完了结婚，接下来看到底有没有怀孕、大家都在猜，好多记者都在想说奶茶到底怀孕了吗，这一次是要生小孩了吗，对，因为这是他出席这个记者会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和哈林两个人呢在戏里演这个夫妻，戏外超级有默契，回答问题呢不得了了，我们来看一下，真的非常有默契耶，对啊，一个眼神你知道就知道了，真的，而且尤其是那奶茶被问完，哈林本来还很开心，吼吼吼吼，对啊，就没想到最后不会讲，就是不会讲嘛，是不是？对，不过哈林哥还蛮可爱的，不想讲，以后问我非问我要的。好了，不过刚刚前面两则都非常的幸福，你知道，下一则来看一个失婚的。失婚的谁？制作人叫我讲的。他有走到第二春了吗？是，赶快来看一下。哇，两个人今年8月离婚以后，反而各自事业都继续蓬勃发展，对，各有一片天空。对，所以呢，这个他们工作发展得很好，我们也来看一下。到底今年唱片谁才是吸金王呢？没错，国税局，赶快来看看。哇哦，6.6亿，非常的惊人。真的，要是你有6.6亿，你要怎么花？我可能先存起来吧，然后做善事。真的哦，不理财吗？要是我一定要先买一栋房子啊。哦，一定要买房子，可以买好多栋啊，6.6亿。对呀、想到好像这钱已经到自己口袋了，但是我们在幻想，对不起。好，不过呢，之后陆陆续续会有更多年度的排行榜整理给大家，是大家可以陆续的锁定。是我们刚刚在里面有看到萧亚轩，也是很强的。因为接下来呢就。他在高雄跟百人跳舞的一个彩排，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段呢，我们有 Vivian 跟毛巾小开，他们两个分开后各自精彩吗？另外呢，还有小贾斯汀，据说已经怀了有3个月的小孩。欢迎回来，苹果娱乐新闻。条纹姐妹花呢？刚刚在想说，谁年纪比较大一点，是不是要叫对方姐？那是工作人员刚刚想要让我们起内讧，你知道？真的、我们根本不吃这套。哎，但是年纪比较大吧？自己看看。哎呦，好，我们两个差不多，不用比这个。差不多，不过说最老的陈映如没来。那
JR 呢？哦，没有 JR 是看起来比较老成，是比较年轻。好，好了。那其实讲到这里呢，我们要讲到最近是那个很多学生们的期中考，中考所以在这要说大家那个偶尔也要休息一下，对，可以放松一下，放松一下心情。你以前这个期中考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我都算是临时抱佛脚型的，对，我可能前两天或前一天我才会狂 K 书。可是你要怎么样？就是这样一直猛 K 吗？前两天就 OK 了。就是那个自己画觉得是重点的，然后自己背，啊、结果往往考试就都没出来。哎呀，这样子听起来大家会心碎。对，可是通常应该是你知道很认真的考生吧。我是属于就是你知道就是努力背型的，但是重点不是我。你知道我以前曾经看过啊，就在图书馆里面，然后就有人什么家伙都带着，然后桌子前面就排好一排的维他命 A、维他命 B、维他命 C， 然后他就要住在图书馆里面。好啦，不过重点是今天我们的小编呢也在 FB 帮大家加油，好不好？哦，好贴心哦！我跟你讲，很多人在想说想要看小编长怎么样，待会儿就把他拉进来，好不好？对，等一下不讲我也没办法，你们就会看到他的真面目。是，不过呢，接下来讲到的是啊，徐若瑄前男友也就是毛巾小开呢，因为他们分手了，不过这次被拍到毛巾小开。有带新欢了，真的假的？是谁？啊，其实当初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一直觉得非常的看好哎、欸。对，我也以为他们也会搭上百年的风潮，会结婚。对，我一直觉得 Vivian 要结婚了。对，真没想到，好可惜哦，恋情维持了一年多，但是 Vivian 还有机会的，桃花很旺的，是不是？是，而且最近他的电影又很好看。对啊。好，接下来是谁呢？接下来呢，也是之前你知道，就是 Selina 不是才刚办完婚礼吗？对。然后据说就是他的婚礼充满爱嘛，可是也让非常多以前可能不会碰面的人，这次都碰面了，新欢旧爱都在一起了。是，来看看是谁。所以其实他并不是听到小 S 这个字然后说不要来拍，他完全是因为素颜啦。 对， 我觉得我们记者刚把他逼疯了。真的，但是其实他算是素颜还不错的耶。对啊，还蛮就素颜还认得出来啊，还皮肤还蛮好的。是，对，是就怕那有些人是素颜啊，狗仔没认出来，这样才要哭吧，是不是？这个应该还是每天化妆出门好。是，不过这一次呢，有人是开百万房车去买菜哦，不过斤计较。接下来是直击好莱坞，是谁？贾士丁。对他呢，你知道是很多女星都非常爱慕的对象。对呀、啊，又会跳舞，因为他有一个电影，哎，这不是电影。对，那他女朋友呢？杰西卡就非常紧张，自己出爸妈，现在要拉出情郎啊，用爸妈吗？哇，你知道吗？我就看过发觉叫 Justin 的呢，都很帅哦，真的真的，因为刚刚大甲帅完了，现在小甲很帅，但是他发生大事情了，赶快来看一下。到底是真的是小孩子伤了小孩子啊？是啊，可是你觉得是真的吗？我觉得应该不是，我也觉得可能性不大、欸、我不想要是啦。今天是怕是我是帮你知道很多电视机观众前面的朋友他们的那个反应一定是对，因为大家知道他有女朋友塞琳娜以后呢，其实已经很疯狂了，然后现在你三个月小孩子心都整个人都昏倒了，对，要昏倒了，抱不下去了啦，太气了啦、哎、不过还是要继续抱啦，下一段金钱重约李生基，但是却放鸽子啦，对，放鸽子，我来看一下明天的苹果娱乐头条，今天抢先播出。刚刚我们看到那个预告，马上呢，因为我们之前都是送那种台北的电影票，今天要造福高雄的，对，高雄场南部的朋友，南部的朋友，因为这一次呢，我们也要送出在明天啦，《太平洋的奇迹》的电影票，主演内丰演的哟，对呀、啊，好想看哦，是的，所以要进行锁定。不过今天也要送大家张志成这个演唱会门票了。好，首先要讲到的是呢，杰森马耶兹，因为呢，这一次他来这个我们这个台湾开唱，哇，3000个座位座无虚席，真的是余音绕梁哎，好定哦、啊！而且据说那个3000个门票啊，在90分钟马上卖光光了。因为他歌真的太好听了，那个 I'm Yours 整个是传遍那个大街小巷。对你本来要唱的时候，导播帮你对，我整个拉近新闻，你要先来唱一下。哦耶，自己来唱一下。
好了好了，其实你知道我们今天粉丝的观众，哎，粉丝的观众，粉丝的朋友，大家也太冷静了吧？是，大家可以多留一些言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待会我们可以回答大家，到底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呢？马上为大家解答，好不好？想要问陈怡如啊 JR 的八卦，没问题，好吧？问我们就对了，很好，马上报给大家知道。对，那今天在台上的两个人就没办法，也没来的人都要小心了。好，接下来寒风来袭，讲到的是 ZR。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伤兵很多吗？为什么？因为他们之前还曾经有，就是呢，他们那个团员啊，大家一起在游艇上拍封面，拍拍，你知道有人还掉下海，这么很厉害吧？对，所以真的要小心。不过多运动是好的，是的，是因为接下来要讲到的是呢，金贤重这次要踢足球，还约了李胜基，不过却放鸽子，这样不好。是的，大家准备好你的电脑。是，等一下呢，我们题目就快要出现了，好不好？是，因为我们要送给大家张志成演唱会的门票，马上就要出现了，就在下一段。对，不过在之前呢，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娱乐专卖店。是，娱乐专卖店呢，这次要讲到的是羞羞脸纠察队，这次又有谁被发现整形了？是，浩腾真是，哇哦，身材真的很好，对，看得我目不转睛啊。哎，一定要的、啊！讲得我害羞，好像我是男的一样。好啦、嗯，不过心如也有啊，看心如也是 OK 的，好不好？衣服刚刚往上拉，好，不要看这个眼睛都花了，因为呢，待会儿我们就要送出这个张志成的演唱会门票，所以大家要注意了，电脑准备好了要准备呢，在我们的 Facebook 按赞，而且呢，小编里有什么问题，待会儿就要告诉大家。先休息一下。不过下一段要讲到的是呢，男艺人竟然把妹是先买百万名车，直接拉起那一天，我心脏都要吐出来，全身都湿了，湿透了。我看娱乐新闻，直接抱着一种很好奇，今天有什么八卦？我是一个很极端的人，我是黑就是白，很乐观，大而化之。明天的苹果娱乐，今天讲边看。哇，是王心如。对啊，突然看到自己怎么觉得很害羞哎。如果有一天呢、啊，就是如果你真的就是、知道某一个人新闻，你会讲出来吗？某一个人新闻是某一个人私底下的八卦，然后讲到他的新闻，你会愿意讲出来吗？应该不会吧？真的、哦，不过是陈意如就可以了，你知道吗？怕得罪哦。意如他今天就是家里就有一些自己的私事了、对，所以就不便前来，所以就由我来。没关系，他快生日了，我们再帮他好好庆生一下。对呀、是。不过现在呢，看我手上这个，马上就要送出去了。门票，没错，张志成演唱会的门票，大家准备好了没？我们的问题呢，即将问大家，记得呢。回答问题的时候要留下自己的 email。我们的问题是，请问今年唱片的吸金王是谁？赶快！我都倒抽一口气，因为只有五个名额，然后就是你知道一个人有两张嘛，然后而且记得一定要打全名，比如说慢慢就是翁姿曼，就是如果你只有打两个字就错。就是、比如说今年度的吸金王是翁姿曼，你就要记得打翁姿曼，不能打姿曼或是慢慢哦。对，赶快！有没有人已经打了？是的，我们相信大家现在名额都没了。通常呢，我们在讲话闲聊的时候，名额三秒钟就没了。是，接下来讲到的是勇闯新宅门，这次要到有谁的？家去瞧瞧，是比基尼小姐陈映彤的家。是的，非常热烈哦，大家都回答对了。不过有点可惜，我们刚才知道制作单位其实有点严格，因为要定标准才能就是是等于公平嘛。所以我刚刚说的是吸金王，但是所以就只有一位。好，因为刚刚呢，第一位非常厉害的 Jerry 呢，其实他有回答，叫所有都列出来了。对，可是你动作也太快了吧？你到底怎么知道我们题目是什么啊？不过有点可惜，是因为你问的是吸金王，对，吸金王所以只有一位。今天讲拍谁了？没关系，慢慢送你一个飞吻。好了，对，王心凌，我们一起送她一个台湾姐妹花的飞吻啊！谢谢，工作人员都在偷笑，哎，你们真的很不把小编拉进来，把小编拉进来，还是想要看小编？那镜头只要一转就可以看到他。对，好，不过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呢是比基尼小姐的家，这一次呢是我们有一个男艺人，他特别买了百万名车，为的就是要把妹，究竟是谁呢？小马哥，小马，我只能说你真的想太多，什么意思？对呀、没有，因
知道他最近其实在台中刚开了他的闪专辑，然后是一个实体店面，哦，好多人去都去帮他捧场。哎，据说他开的那个机的店面闪专辑，对，听说这个加网络月收入有到百万，我看到新闻有这样写。好啦，因为他有进来给我试吃贿赂我，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帮他讲一下。是，而且他最近还要演电影啊，就是那个电哪吒嘛，对，他自己在里面饰演，所以也成为电影人。哇哦，哇，有没有不得了？小马看到应该会很感谢我们，就帮他。真的，是，你知道，我跟曼曼也都可以拍电影，也可以来找我们。好男人呢，就是有机会的话呢，可以这个我们帮他留联络方式在我们 Facebook，哦，想要这个征求这个男友的话，好的。好，不过呢，我们这个明天即将送出《太平洋的奇迹》电影票，对，高雄场，高雄场，对。不过之后陆续还会有台中跟台北场，那大家一定要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就会知道了，好不好？哇，怎么这么好？而且我们今天也送出这个张志成的演唱会门票啦，是不是？就很开心了。希望以后呢，有机会也可以送出我的演唱会门票，门票哦，想送专辑。好啦，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看，待会儿也有苹果新动态，林志颖，拜拜。